同雪，今天你如果拿了几张乐几一点点乐色，要走去乐色桶丢，哎，走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个，你会怎么做？不小心掉了一个，有的人有三种做法，有的人就掉了一个，反正就把它丢了。回来时候还有时间，再把这个地上的捡起来，再拿去丢，就一趟半，对不对？ 有的人他走了一半，发现掉了的时候，他是一趟加三步，这三步回来把它拿了去去丢。那有的人他是掉了就掉了，就拿去丢很潇洒。啊，回来的时候，脚顺说给踢一的 <laughs> <laughs> 他的边啊，动作迄不粪扫，唔是我的。其实一般就是这样啊，对不对？ 是因人而异，呃，因地制宜。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会一趟半；有的时候，你可能一趟加三步，退回来捡起来往前。但是，千万不要苟且，那个回来又踢他一下的。人的这个行为，看他这个啊、哦，从小地方就看得出来。以前我有看过一个女中 他修行啊，修然后禅定功夫，很喜欢禅修禅坐。那禅修到某一个程度啊，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听起来好像还入了三昧。那结果他每次走啊走走，他家哈就有那种我们人生活身上衣服都会有毛屑，人也会有毛屑，空气中也会有毛屑。他就有一坨一坨那个那个黑黑的那个，好像棉絮一样的。他每次走一走就这样。 左脚踢一下，右脚踢一下，左脚踢一下，右脚一下。他家的路哦，他家的路就有一条，嗯，小径，知道吗？<laughs> <laughs> 光在屋子里就有一条小径，就是有那个脚痕，那个干净的条路啊。旁边的地方就有他踢出去的一小块一小块的那种黑色的棉絮。那修行、呃、也颇好的样子，很容易忘却。就有一天呢。 他就一直骂家里人：“你们到底是怎么搞的？垃圾都没都没丢，好臭啊！可是他自己都踢垃圾啊，啊、嗯，就是在自己的羞耻里面住在自己的以为好臭啊！大家就哦翻箱倒柜的去看，就没有垃圾啊！哇、哦，怎么都找不到？这家里吵啊！又隔了两天，这个臭味都没去除。” 那有个人就买了个臭豆腐回来，哇，这臭豆腐还是挺臭的。这臭豆腐凉了，就有人建议拿去微波炉微波。嘿，一打开微波炉，哎呀，有一个包子在里面。那个包子的味道啊，就是这三天来臭臭气的来源。于是就开始要抓凶了，到底这个微波炉是谁？ 这个微博里的包子是谁喂的？就这个修行人说，是我。大家说，哦，你修行有够好呢哈，个骂我骂的有够大声，哈哈，个搞骂的，说我们脏，其实，在你身上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没有看过干净，只有你心里干净。只有进入自己境界的时候的心里干净，那个叫错读无作。我们常常会有时候无作不造作。可不造作呢，常常会把这个行动力呀、啊。 行动力给这个归到零，那认为这些都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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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那如果说你一直攀在无量，哦，这样爱走，那樣,样爱走，这样爱走，然后自己压迫自己，有一个极强烈的意愿，这个就缺乏了自在了。 那如果错读，把行动力归零啊，叫无作，不好啊啦，知道意思？所以在佛法的呃这个理论里面，有些时候不要只字片语的自己去定义它、解释它。那讲到呃四种四体里面，原教菩萨是无作四体。 他是了达一切法当体即实相，那以实相之体离诸造作，叫无作。但是他是圆教菩萨，所以所谓圆教菩萨就是圆满一切，是大乘菩萨所修之法。他这个整个的过程是当体即空即实相。 然后圆满它，而不是造作的。观自在菩萨就是亲自证悟这种境界。讲到这个四谛，就一定要配合四弘誓愿。那我们讲四弘誓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是不是都在苦？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其实就在讲苦谛。 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过去这个业因，现在有果。所以看到烦恼的时候，就知道有急。当然，看到苦也是知道有急啦。那众生，你要度他，就是因为他苦，你才要度他。所以，第一他会先知道苦。 那你的烦恼是来自来自于己，众生的烦恼也是来来自于过去的业力造作。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倒替；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灭替。你所有一切都圆满了，当然就是完成了，灭苦了。那佛教的组织内容。 不管是原始佛教或是后期的佛教，都是以四谛来开演的。嗯、呃，世尊说法的思想中心思想、大小诸乘一贯的根本教义，就是苦集灭道。那小乘呢，也就是基础啦啊、哦。我们想小乘是不得已啦，这样用这样比对。 所以基础上，希望能够断灭现实界的因果，也就是苦集，就是能够把这个苦集的这些都处理完，入于理想界的因果，就是灭大二体。所以，是不是我没有苦了，而我也没有在造不对的因？ 那我进入理想的因果，就是灭修道，灭苦就是灭道。那大乘菩萨他是把苦集转化为灭道，所以生闻纯是灭生死正涅盘，断烦恼得菩提。菩萨乘呢是了达生死及涅盘。 烦恼即菩提，它这个两者的差异就是四谛观的不同，就对于四谛的了解上面的不同。那这总说就是，如果修行里你对于生死这件事情，也不再读它是苦了，也没有贪爱。 那就没有极嘛。那当你也不苦，也没有贪爱，自然就在极灭当中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到不到的问题，因为自信本来解脱，没有生死；本来清净，没有烦恼；本来空寂，没有涅盘；智慧本来具足，也没有菩提。 所以叫苦集，无苦集灭道。那同学听到这里，不要把后段的话，就是否认前面必要修行，只是这个过程从有到无，它需要透过你实实在在的去修为跟体证。那下一句呢？ 下一句是三十八页，无智亦无德。这个无智亦无德是要破全教菩萨的法相，因为全教菩萨他是有六度啊，有智慧要正德啊，有自在要获得啊，所以他会有一些内心理想的理想的境界。 那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很多了。那就般若言之，智是能观之智，因为这里讲无智亦无德，这个智就是能观的智，德是得什么？所证得的理，所以你会有这个智慧啊，得到这个内容。 那空观成正我空之理，假观成正法空之理，中观成正具空之理。那一定要空诸法之智，跟所得的空智，这两个要真正去了解，它了不可得，具不可得，能所双亡。 静智俱明，这样才叫无知亦无德。那我们众生在迷的时候，需要用智慧的观察；那如果不迷的时候，就不用智慧去观察。所以，因为迷，所以需要有智；那如果没有迷，就不需要谈到智，也不需要谈到德。 在修行的开始初初，是因为迷啊，所以有修行，所以有悟德，所以那个德的强烈，哦，实在是很殊胜啊。那你慢慢的都很明白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殊不殊胜的，就是一切就在很自然的即然当中。 那这个无智亦无德，讲是从有智要走到无智，也要从有德而到无德，才是菩萨修行完成。所以要离相无助不著着所修之行，也就是你在修六度，你在行六度，也不取所证之果，也就是佛果。 那修行里面都会有某一些假设的行，还有期待的果，这在建构起菩萨的这种责任上求下化这种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是要保留。啊。可是如果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 跟投射出来的自我意愿，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有上求跟有下化。那下化到底要化谁？上求要求到什么程度？这个都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呢，对不对？你真的能化谁？以《金刚经》来讲，没有一个众生是自己度的。 由度他们到无余涅盘，他既有度相，又无度的心理。这里面就讲到菩萨呢，离相无助。如果菩萨存有修正之念，即是着相修行，对不对？就是着相在修行，所以修行人。 在这个上面，你真的要全面的去看到，听懂，要全面的去看它。有的时候你会说：“我好忙，我好忙，我忙的要死。”你忙什么？你忙什么？你们有没有忙的要死？好忙没有事。 你忙什么？菩萨他没有不要忙的，也没有要忙的。他没有一个主题，也没有说没主题，对不对？所以照见诸法皆空之理。如果你存有能观之智想与所得的空想，那么。 能所利然，能所还是在的，这还是为气波蕊真空之妙义。所以这个也要空。那菩萨是广修六度万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广修，他不是选择性的修。那一定会有修行的过程，会有办不到的。这个办不到的过程是实相因缘。 因为能力跟这些还办不到，这十相因缘并没有什么错，但并不是心态里面的，心态里面的所谓一种造作，这样听懂哈、哦？全教菩萨是修四六度，随相在修行，所以处处存有所修之行，跟想要正得的佛果。 那全教菩呃，这是全教菩萨，十教,教菩萨，也就是圆教菩萨，他不是，他是修理六度，也就是六度里面随举一度都是三轮体空，正果方面也是一样，所以说度而没有度相，正没有正相，这是大乘菩萨修正的境界，也就是无智无德。 十相门中讲的就是菩提烦恼等空花，没有烦恼可断，没有菩提可证。但是无智之智就是真智，无德之德是为真德。先讲到这个人王护国波蕊经里面啊，人王护国波蕊波罗密经里面讲。 圣身般若，无知无见，不行不缘，不舍不受，正住观察而无照相，行思道者如虚空故，法相如是，有所得心，无所得心，皆不可得。所以圣身的般若呀，其实它没有什么知，也没有什么见，它就是那个体性的自然。 他这是佛性，在这所有里面呢，觉性变一切，所以他没有凝聚问题，也没有舍，也没有受的问题，那也没有所得心跟无所得心。是以波蕊，非即五蕴，非离五蕴；非即众生，非离众生；非即境界，非离境界；非即行解，非离行解。如是等相，不可思量。 所以在讲啊，这个波瑞智慧的开发，它不是五蕴，也不是离开色、受、想、行这样的运作。现在用色、受、想、行是在讲我们众生的运作次第，不是在讲世俗的那些感受啊、情绪啊好这样子。所以它也是有正确的这样的运作，但是却不是所谓五蕴。 结构起来的苦相，非己众生，非离众生。你在修行里面，你不是所谓众生五运五运结构起来的众生，有情感的众生，但是你也不离开众生的行住坐卧这正常的运作。非己境界，非离境界，所有的修行会有个发展在里面。这个呢，不是境界说，但是也能够一一觉照体悟。 非己行解，非离行解，因为修行一定有你开始的点，所以是不会有解行。可是，在解行里面是明白了然于心，如法如律的，所以既了解又完成它。这完成里面呢，有无量无边的不同的相状，不可思量。那这里面呢，又无助。 又能体会，又能觉照，又无助不住着。是故一切菩萨摩诃萨所修诸行，为之究竟，而于中行；一切诸佛知如幻化，得无助相而于中化。故十四人不可思量。所以呢，菩萨摩诃萨他在修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没有到究竟。 虽然还没有到究竟，可是都是在中道中，就是空观、假观、中道实相观。那知道，纵使要成佛，一切诸佛知如幻化，也就是谁是佛？谁是佛？完成者是佛。具体而说，佛遍一切。 那自己是不是佛？那当你是凡夫的时候，你有佛可比对；当你波若智慧已经现前，在所有每一个当下都这样子中道实相，这样去圆满的时候，以这样子而言，就是就是就是行佛事啊，也就是完成。 只只要你是无助，在中中间呢，在完成所有一切，自然也不可思议。那这里面要讲十四人不可思量。十四人不可思量，十四人是哪十四人？三贤十圣有十三人，再加上正觉人，就是十四人。那这个十四人就是。 十住菩萨，他会完成某一种对真理的认可。十住菩萨、十行菩萨、十回向菩萨、欢喜地菩萨、离垢地菩萨、发光地菩萨、宴会地菩萨、难圣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跟法云地，这个。 都有他成就的忍，最后加上正觉忍，就是指佛。前面是不是三贤、十住、十行、十会相？所以我们在对于诸法的认可、对诸法的接受，跟完全依凭这个法而成为你生命的真正的内涵，你就会成就这个忍。 这个忍是超越于我们世间人的，哦，天境界的，不是那种忍。这个、是在讲对诸法的认可，那、啊、这个忍就是接受跟现前，接受现前就是你现正现正，所以十四人，不可思量。这波瑞啊！ 圣身般若，就是完成十四人，这、就是、一个程度，一个程度上面。那我们讲修行到底有没有智慧？以《一大般若经》里面讲，无所得是般若波罗蜜相，无所得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讲无智是真智，无德是真德。 前面讲到蕴触界，这个是属凡夫，凡夫的世界有分十八界嘛。后来讲到四谛十二因缘，无智无德，这个是属圣境，也就是出凡入圣嘛。在空相里面，都是一一要超越，也就是无啊。所以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 那这个是染净双亡、凡圣情尽的意思。十二因缘、四体、四圣体跟菩萨所修的智德，其实中间会有智慧，是因为这个道法是我们治病的良药。那如果你已经没有这些烦恼相，就是病已经没有了，病去药就除，就不用再服这个药了。 这金刚经》里面讲的，“如法御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修行的过程，这些道法都是帮助我们的方法，引导我们走上正确的觉悟之路。但在空相上面、本体上面，它丝毫无关。 就是你有这个灰尘，才要用这个鸡毛掸掸子把它剥掉。你如果没有这个灰尘，就不用做这个动作。所以本体上，其实这个落尘本来就是外来的，在本体上这些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却要借由这些办法来把这些去除。同样的说，空五蕴是破凡夫法，空四谛十二因缘是破二乘法。 空智跟德是破菩萨法，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现在有五蕴要破，哎，我们就是凡夫啊。那我现在有苦集灭道跟十二因缘，没有办法厘清啊，这个就是我要在这上面用功啊。那如果我现在有智慧，然后自我站在这个智慧的须弥山上，这是自我以为的啦，然后有境界。 那这个要破除，才能毕竟成佛，对不对？嗯、所以诸法空相是不利一法的哦，非但没有凡夫缘起的运入处界，也没有二乘的四谛十二因缘。至于菩萨所修的能观波若智，跟由观智所证得的法空理，就是德，也都必须，必须遣荡。 就是必须涤除。那到底我们有没有智慧？到底有没有智慧的发生？《中静录》里面就有这一段，《中静录》讲啊，圣人唯有无心之心，无见之见，非同凡夫有心有见，皆是分别能所相生。所以圣人是不是有无心之心？也就是他清净啊，清净的觉性的。 本觉啊，这个能力变一切，它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也不是我们众生有五蕴、有杂染、有我的见解的这种心，这是清净的本体，无见之见，也就是不加以个别的主观的这种见，是无我的的这种清净的正见，非同凡夫有心有见，凡夫就哇，做我心没哦，外一根。 对不对？就是强调那个我跟我的意见。那以圣人的话，就我有十相理应该怎么样啊？这个十相的道理跟十相的相状，该做的办法就是这样。那凡夫是在有能所的这种相结构起来的东西。《涅盘经》里面讲不可见了了见，《华严经》里面讲无见即是见。 能见一切法，于法若有见，此则而无所见。真正呢、啊，这个圣者是无见，那这个才是清净的了然，清净的见，也能够看到一切的万法是平等的嘛，它空寂的。那如果万法里面我们有一个见，其实就是你没有真的见，你没有真的看到它清净的。 本来面目，所以菩萨悉见诸法而无所见，普知一切而无所知，则般若无知，无所不知矣。但不若有无知之能所知见，非是都无知见矣。这里讲到啊，菩萨了知诸法，但是他没有个别的所建构起来的这个见。 那普知一切，但也没有所谓知道什么跟不知道什么，所以波蕊无知啊。波蕊智慧不用说，特地有一个储存区，把它储存在什么？诶，我把它 put 出来用哦，我要拿波若出来用，诶、哎、这就是我的波蕊啊，它没有这个相的问题，所以在当下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见。 但是内心不会落入有无，没有这种我知道跟不知道，也没有我能够跟不能够，但也不是都没有办法作用，非是都无知见矣。其后面的知见是讲佛之知见。那我们众生强调的是人世间的知见，诸佛皆具五眼、三智、四遍、六通、三谛。 李元一心具足，若不见空与不空，非空非不空，方与实相相应耳。所以前面讲啊，诸佛其实是成就的，所有一切都有的。那如果不见空与不空，非空非不空，就能够跟实相相应。所以修行里面，你要知道空的道理，空的正见，你要知道不空实相里面不空是因缘法。 显影啊，那非空非不空，有，就是非空啊，非不空，那就是显啊，显影当中。如果你能够看到这样，就能跟实相相应。那这个就在讲无智亦无德。同学修行，对于自己能获得某一些开窍啊，就觉得自己现在。 哎，有些事情看得比较明白，思维也能思维的比较透彻，这对修行人自己本身而言是相当具有意义的，对不对？啊，这个意义都发生在一个刹那间。那对于所有的一切，要遍及一切。如果你能够维持这样的清净，那看所有的一切就能。 一切的就是那个毛玻璃呀、啊，就不会存在，就一切都很明白。那我们常常会有刹那明白之后又反退回来，退回来那个不明白的状态，其实就是因为我跑在里里面，就是我出来了。你即刻之间就不明白，你回去试看看。如果有一天你参破了生死，参破了，呃。 情事，那、啊、参破了某一个我执的点，这个修行呢参破，它是第一个动作是肢解上的，也就是静态的参破。静态的参破就是肢解上的悟。那这个参破自己会有法喜啊，原来是这样。可是他还没有得到。 真正的证明，它这个证明需要在因缘现，在所有一切当下的时候，这个成为体，而这个真理不动摇。你在看所有一切的时候，就是实相，这个道理就是实相道理。那你看实相，就是这样的结构，这样的时候，你就是正这个物，这个是在所有一切正物。 直到这样才不会摇摆，所以我们听经文法，或是回去思维修啊，才这个呃，这个经论里面都一定能够达到第一个层次。但第二个层次呢？第二个层次才是你证明真正证明的。那如果说你证明不来，你第一个层次过了，可是你证明不来。 又产生了一些晃动，你就要看了、哦，这里面就是我又出来了。这据生我知，这是我的执着，我的意见，我的看法，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老掉牙的习性。这个老掉牙的习性，让自己又回去了，所以他他就是没有撕破。 没有撕破最后的那个薄的薄薄的那层蜡，这样知道？像这种的话，你要勇敢的放弃，你一定要勇敢放弃你现在的知见，因为你看不明白了，这里面一定有知见，就是不完整，还有一个我看不明白的主体在，是不是有人跟法，所以两个都没空。 你有人跟法的概念，那所以你这个人要放，因为这个法是由你这个人结构出来的，所以你要勇敢的放。有的人就是不肯放，认为说我看不明白，可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对，你就会想要内心自我去强化我看的出来的这个东西，可是其实其实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不确定，对不对？ 然后要强化自己去肯定，把这个不确定变成确定，其实那是没有用的，无效。你会很很愚痴的呈现法治你会很愚痴的呈现那个法治然后如果最后的实相是什么啊？啊那要、啊、呢？对自己又失去信心。你要很,很勇敢的去放掉，这是下一句。 一无所得故，这样刚刚讲到无智亦无德，这个德就是残留。如果你内心有什么残留，那就是还不完整的毕竟空。中间我们一定有发生绝照。然而急兆照急，这个是。 决性的作用，那所照为当下的实相，一切毕竟空，所以这个过程你会了然，然后不再有残留，因为这种没有残留，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那我们一般来讲都会有残留的想法，想要推行的这种理想。 所以他会有有一些想要计划，然后想要达到的目标，远期的、近期的这些目标，以世间向来讲没有错啦。你今天要十一点半吃饭的话，你倒推你要十点半开始，呃，洗米啊，煮菜呀、啊，那这个是一种智慧的绝招。 但是你十点半开始，呃，洗米呀、啊，呃，烧烧这些菜的时候是没有压力的，你不会一直要记得十一点半，你应该就是计划了，是不是？中间有发生绝兆，然后你是急躁召急，这决心使用啊，所以你开始去做了，那做了，你没有在残留那个那个结论，那个结论的那种强烈的压力。 你修行里面，你就那个实相的因缘，啊，全心全意满分的去做，做完所有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负面、正面的，就是无所得。那这样子，这样是不是比较自在？就是是比较自在。所以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才能就竟涅槃。这是这段经文。 那这一段经文“以無所得故”，其实是总结前面“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一直到“无智亦无德”，因为“以”就是因为就是前面走到这里来，因为无智亦无德，没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所以菩提萨多。 菩萨就是依这个波若波罗蜜多，依这个波若智慧心是没有挂碍的，那也因为没有挂碍，自然就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这样才能救竟涅槃呢？那我们在讲说，以实相的离体而言呢，因为真空实相体上本自清净。 空寂，他没有所谓五蕴啊一切诸法可得，他没有这些，所以无所得。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讲到：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有法可得，是名法缚；无法可得，方名解脱。所以。 真实，我们的清净的这个佛性，它没有一法可得，它里面没有什么法不法的问题。那如果你有法，哦、我现在修行很好了，我懂得这部经的道理，这个就是被这个法绑着。那如果你在这个了解实相，它就进入毕竟清净，没有这个语言文字这些法来束缚，才是真正的解脱。 那我们在修行里面一定会使用办法，可是这个办法，任何的法门使用都是进入清境，它不是咬着法门，而是借这个法门进入清境。所以这个法门是入境，它的答案是清境，对不对？当你进入到这个、入这个法之后，这个法就不再强调于它的相状，就不再强调于它的相状。今天。 你禅修，你禅修，禅修到入清净的时候，是要维持你这个相，还是真的你你真正的清净？嗯、真正的清净。那你念佛，念念念到入念佛三昧，是不是要维持那个声音？是你那个清净？这样知道意思？所以所有的法门都是这样，但这个清净是是里外清净一如的。 并不是说心口不一，或是言行不一，或伤口不一。那如果以波蕊的这个工作用力来来讲，因为波蕊能摧毁一切的烦恼，扫荡诸相，所以无有一法可得。因为波蕊智慧可以扫荡你所有的那些哎想法的。 任何的法，所以它有圣妙的功力，就是作用力。那菩萨菩提萨多，就是依这个波瑞而获得心无挂碍，所以波瑞智慧就让你的心没有挂碍，乃至于达到究竟涅盘。那如果你心中有一法，就不能获得心无挂碍。 你今天我也想去度哪个人，你会是不是挂碍他，跟挂碍你没有把他度起来？那你今天说，哎呀，那个人，哎，他现在应该可以听进文法，听听进去这个法，你很轻松自在的，然后随顺因缘的跟他相会啊，聊聊啊，是不是就这样就是就是交流嘛？ 他有没有被渡起来？大概你也无一法可得啊！啊，你说了什么法？大概也无一法可得。要不然要先背书啊！他背书背好，我要去跟他讲这一番话啊！这可累着了，这要做很多文章啊，对不对？当然，有的人是理路上比较不畅通，有的时候要表达某一件事，会先做个副稿。 有的时候是会这样，要去求惭愧忏悔的时候，要先做个复稿，要不然没有把他全部忏尽，自己会很懊恼。<laughs> 有的人会这样，对不对？我哪几件事错了？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去惭愧忏悔。有的人是会这样做复稿但是事实上，在这个修行里面，度化众生啊，或跟众生啊这个对谈啊，介绍佛法的时候，其实。 都是自然涌现的，这样出来的，那没有负担，那没有负担才是才是随顺众生而说众生相应的话那这里讲到三世诸佛，也就是因这样而得证无上菩提。如果你有这个法可得。 也不能够证得无上佛果的。那在这里呢，这是讲啊，由所得故菩提萨多啊，这已经走到第四十页了啊，最后的一段。那我们对于能得所得跟本具这三个部分，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呃明确的分野，就是知道。 佛经在讲什么？如果依波瑞的盛会了达诸法皆空，这个叫无所得，这个是就所得而言，就是波瑞的盛会，然后我们会了达诸法皆空，所以要有没有得？有没有得？所得空，是不是有所得？ 那再来否认这个德，以德来讲，是不是有德，德那个空的智慧，空的自在。那自信本质圆满不缺，不需要一点点得到什么东西，所以叫无所得。这是讲能得的方面，也就是我们这个觉性啊，自信清净本来无一物。可是它能不能发生作用？所以它有没有能得的这个能力？ 就能力而言，是不是能得？就他正德的这个波尔智慧，是不是所得？所以能得所得这两个，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一定有。因为我们这个觉性，常讲觉性发生作用，是不是就是能得？那你正德、无上正等正觉，是不是讲正德，是不是有所得？但这个推回去，正德跟所得。 要回归到一个点，叫做本具，也就实相本具一切功德智慧。凡夫迷而不见，不知菩萨依行深般若，亲证实相，一切功德本自现前，本自现成。所以它不是过去无，现在才跑出来，也不是从外面再有进来。所以因为它本具，所以没有真的得，所以叫无所得。 这个就本句而言，这样一个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去了解，所以能得所得，最后是不是两茫茫？因为是本句，就开发出来就是本句，它就没有能得跟所得。但是呢，你在所有一切，是不是这个能力还是在？啊，这个能力在是实相清净，在所看的一切是实相的道理，那也。 没有遗失过，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佛就是饱满的能力，在所有的一切实相中无错谬，那这就是他本来具足具有的能力。那我们会从不明白到明白，我们会有个过程，所以会有能得，就是觉性发生作用。不要，呃。 味觉合成，对不对？那所得呢？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实质啊，等等。所以经典会有很多种智慧的解释啊，一智、二智啊，什么智啊，多少智啊。那总之，无所得就是无取也就是无助，无爱取执着。有所得即是。 有取着，一有了贪，一有了著作就是一种妄见，那烦恼就会有了。你有个定论下来，这个上面就已经有束缚了，有范围。般若智慧根本就没有范围，它也无相。《观音玄义》里面有讲啊，见思取生死相。 尘沙取涅盘相，无名取二边相。那我们用观照般若照破，妄情顿消，执着俱浅，是为凡圣情尽，智律都亡。现在众生有情事这个东西，那你有这个凡夫的情事，或是圣人的所得的。 这种境界，其实都还是在某一种某一种状态。那以圣者的话，还有智慧可来标榜，这个都还是有所得啊。那当然了，以世尊在介绍、他告诉我们佛法的时候，他讲很多德呢。 世尊讲有很多的德，他怎么样？所以正德什么？他怎么样？所以自在解脱？他怎么样？呃，所以如如不动？他是不是都有描述很多他的相状？有没有？有。这个是为了导引我们过程的人，给我们一个比对组，给我们一个比对组。我们在这种状态，自尊是在这种状态，这种状态。 是这种状态，他在实相中，他告诉我们他的状态。可是他的内心呢，是无智亦无德。但对于万法来讲，世尊是不是说出万法？啊，你为什么这么苦？啊，就因为你以前杀人嘛，所以你才会短命多病嘛？那你为什么耳聋？啊，就是因为你以前怎么样？盲聋阴哑，他是不是会告诉你这些？ 所以你要修这个，你要完成什么，你就必须做些什么事，是不是有智慧可说，有办法可用，有果可成，过程是不是很明确？这个佛法很明确呢、欸，一点都不含糊，很明确的一条路就这样指引你一直走，你照这样走，走到最。